哇，好粗哦！哇，好粗了，这真是十八厘米，很少看到这么小的呆哎呦，哇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半夜睡不着觉的梨子。健行店最近有一位拿了基调比赛第二名的黄奇伟大大，每天都在他 FB 放他的鱼货照，爆毒的，这是毒的不要不要的，所以我就特别过来这样找黄奇伟一起挑战一下台中晚上的怪物。好啦，那我们就事不宜迟，马上来 go。现在我们的黄奇伟已经出现了，又被逮到了。对，那这次是要带我们去什么样的地方呢？等一下带你去打夜怪，可以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再去试试看。好，把脊骨裂人打断了。不要，我们把教你怎么把它打断。可以。OK， 走吧。Go。好，我们现在到钓点了，这是一个算是某种和平公园。和平公园，对。这里。有看到应该知道我在哪里，因为我平常很少晚上被逮到的。这是 HR 展怪，好展怪，因为这边底下全部都是水草了啊。你如果说拿 L 二 M 的话，不一定拖得回来。所以你是用梯尾？对啊，用德州啊，但是我没有挂柱子，对啊，我当柱头用而已。OK， 基本上的话，鱼在那一个角落。前面的这一块靠边边的是不是？对面那个角落里面。哦，这个这里这个，往里面塞就对了。对啊，因为我找的地方都是可以下到水边的。对啊，在这往。所以说不用跑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那怎么称呼这位台中渔获的有为青年？我刚来，我是新人。好，可以。比较中原。对，这里是什么？鱼拓员工的半夜游乐场。懂了，哦，是有。是你行吗？行吗？这是十八吗？哇哦哟！小心哦，小心哦。哦。卡在里面了吗？卡死。一般无多余。哇，好粗哦！哇，好粗了，真的是十八厘米。帮你拿过来。我靠，好大的块的猪排！哇，这也太大了吧！猪排大吧？我操，超粗的！哇，近四十，快四十了，就是你是不是？就是你是不是？该不会吓人？哇，钓鱼爸！哇，真的很贪心哎他。珍珠石斑国带区，直接垂钓就是了。哦，脱钩！哦，我听到它爆是不是？啊！不脱。刚才那个咬口感好像比较小一点，是不是珍珠石斑？珍珠石斑。哦。哦，有了！啊，又脱了！老惨，我快晕倒了。没事没事，至少有咬。哦，这个，这个咬的感觉有中下。连放三枪，少了一个帅气又大幅度的开枪。啊？我比较不会有那种东西。这不是咬喽？好，一个延迟开枪。没有，我不会有那种动作。嗯，咬，好。好，有了，可以啊，等你啊。但是我不知道开枪会不会再 miss。有了吗？有了。好，这不是开枪 miss， 这是引发 miss。好可惜哦，天哪！可是这样真的超级咬的。我该说什么嘞？啊、没事没事，进去了啊，拖的吗？好，哦，中了中了，进去就有了，
哦，小呆还是什么珍珠石斑？小呆哦，好可爱哦，小夸呆。欸，这在多？这是三十。哇，好可爱，小瓜呆。耶、yeah, ，对吧？吧，很少看到这么小呆耶，还吃那么凶。对、啊，看直接吃哦，直接一个贯穿哎。那我们就跟你说声拜拜了，再见，啵啵。第三个点，这里要用什么杆呢？正常杆还是怪物杆？怪物杆了。好，没办法用正常杆。这个哇，这个落差，哇，两楼高，两楼高。这是要展现杆的实力，就是要引拔的了。默默的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你要遛鱼了是不是？默默的，发剧烈的声响。好，遛鱼哦，出来了吗？哦，巨物要出现了吗？小心哦。那请问该如何？直接拔了啊，拔了是不是？好，我来看，直接两层楼引拔。两层楼引拔狗呆。哇哦，小的小的，哎、欸，这其实也不小哎、欸。哇，是哦，哇，怎么了？可以吗？哎呦，哇，哇，安安你好，这只大概多少？最多五十了，五十四几了？小呆呆，哇，哇，哎呦，小心。漂亮的呆呆，哇，对，拉回去，空降，空降呆，啵啵，拜拜，是哦。咬了咬，中了，靠腰，中了，哇、哦，等一下，不要放，拉住，撑住，啊，对，撑住，出来吗？我觉得有点重，我怕走了，开吧，小心点，啊。我要怎么办？硬把它拉出来吧。啊！出来！走到这吗？人生啊！没有，它后面的树里面啊，真的开心。哎，耶、yeah ！大家可以休息了，先回家睡觉喽。有了有了，终于，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